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89面第二行啊，四无碍者，从这里看起啊，四无碍者，以法无碍，名句文，能权之教法，名为法。权者，句也，善也，言也。与教法无智，名为法无碍。这个四无碍智，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重要的方法啊。这四种前面我们读过，它也叫四无碍智。总而言之，是以智慧为体，以善巧方便为作用。这四种有体有用啊，偏重在作用上说啊，所以它又称为四无碍解、四无碍辩、辩才啊。法首先讲明，明是明相。老子说得很好啊，我们翻开《道德经》第一篇，老子就说：“名可名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此地讲的名，就是老子所说的，本来没有名啊，名都是人给他建立的啊，所以名都是叫假名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假名。为什么呢？你喜欢的就改了嘛，所以它不是一定的嘛，不是永恒的嘛。纵然你这一生啊，比如我这一生就出家叫净空，我前一生呢不是用这个名字，那来世也不晓得在哪一道，也不是这个名字啊。所以名全是假名，不要在意啊。如果执着在名相上，死在名句之下，那都是迷惑啊，那都是过失啊，那不是智慧，是烦恼啊。所以名也都要放下，讲名闻利养。你看名闻摆在头啊，利养还在其次啊。由此可知，世间人六道众生对这个名分的执着多重啊，所以六道的难处啊，它真难啊。啊，难在哪里？我们能细心观察，想到这个问题，就明白了，啊，就不难理解。言语也离不开名相啊，啊，离开名词术语，我们都不会说话了。啊，我说人，人也是个名词。啊，动物它也是个名词。
那么佛教导一切众生也要立很多名相。佛学里头专门的术语，佛学大字典里面就起了这个作用了。你要懂得名里头所含的意义。这些义理，名的后头有意义，明白了这是智慧。不明白的时候会造成烦恼。第二个是句，句是语言，说话了，能够用很简单、很短的这些言辞，把你所说的能够很清晰的表达出来，这言语好言语，写字。写文章也是如此。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言语文字的要求四个字叫简要详明。四书自从朱熹编成之后在这个将近一千年呢，他是宋朝人的宋元明清到现在几乎是中国人必读之书，家喻户晓。这部书编得好，我学佛之后我有一个想法，朱夫子编这部书非常可能呢，是受《华严经》的启示。《华严》是一部大经，朱夫子学过佛经，而且也有相当深度的启示。华严经有圆满的理论，有善巧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做出来给你看，那行证呢所以这个清凉大师把这一部经判为四分，信解行证。这是一部完美的哲学方东梅先生所说的。在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好的哲学书所以他称之为全世界哲学最高峰，哲学之冠也有道理那么四书就很像，你看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简要详明论语孟子是表演论语孔子为代表，圣人落实把中庸跟大学做出来了，圣人境界，孟子是贤人的境界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，跟华严经那个架子非常非常像大学中庸
取自于《礼记》里面的两篇，真的是《礼记》里头的精华了，最重要的两篇呢。啊，那的确也是高等哲学。大家读这本书，你看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在这里讲名句文多简单啊，一个字废话都没有，你把它减少一个字它就不圆满，你加上一个字就累赘，真正做到了不增不减，这是好文章啊！言语做到这样好的言语啊，中国古圣先贤的所要求的标准呢、啊，一点都没有麻烦啊！所以诸位如果真正好好去读文言文，你就明了。啊，言简意赅，啊，言语简单，啊，意思很圆满。啊，现在人跟从前人比就差很远。啊，说很多话，写了很多字，意思表达不出来。啊，好的白话文。民国初年有，我们读过，读得非常欢喜。这些作者都是有中国古文学的基础，就好的白话文，要好的文言文的基础。啊，白话文写的美呀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这是智慧，这是发明啊，留给我们后世子孙智慧的财产，方法经验啊，还有过去历朝历代的效果都在这些典籍里面，不但是无限丰富的精神财产，精神财产能够带给我们物质的财富，能够带给我们美满幸福的人生。我们这一代疏忽了啊，这也不只是这一代了啊，上一代疏忽了，再上一代疏忽了，照曾国藩先生的话来说，我们已经疏忽了200年了啊，200年至少有7-8代了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生活过得这么苦，这样的迷惑颠倒造业受的这些果报。啊，这都是老祖宗不愿意看到的。老祖宗希望我们一代比一代好，一代比一代殊胜。能做得到吗？难。智慧的累积，善巧方便的累积，经验的累积啊，是不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一定比他高吗？中国过去你看做官的人啊，戴的那个帽子，你们在戏台上能看到啊，
那个帽子叫净贤冠啊，像楼梯一样啊，前面这一层低，后面高起来啊，后面高起来，那表什么意思？希望前面的是自己这一代，希望后一代啊高过我这一代。啊，世世代代都向上提升了，步步高升了。啊，这是祖宗对于后世子孙的期望。啊，期望不是只有期望而已，他有行动，他真帮助你了。发明文字。文字是智慧的符号，发明文言文啊，文言文是能够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它有这种能力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把原汁原味世世代代传下去啊，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找不到，唯独中国人有这个工具啊，学起来不难。我们是没学，好像看到的很难，其实它很容易。啊，民国初年，儿童所读的一些书啊，小朋友所写的文章，我以前手头上有12本的样子。啊，民国初年小学生的模范作文，全是文言文。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，不但写不出来，可能有很多都看不懂啊！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小朋友多大年岁呢？12岁以下我不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聪明智慧不如前人啊！我们觉得现在小朋友比从前人聪明很多啊！为什么在这一方面不如前人？没学，疏忽了，没学习，学习肯定超过古人啊！学习不是难事，从小背书嘛，啊，背书的好处太多了。背书第一个目标是让小朋友保持清净心。啊，为什么小朋友也会胡思乱想？怎么叫他不胡思乱想呢？哎，叫他背书，这个方法最好。啊，他每天背书，他就不胡思乱想了。啊，这能够帮助他，这是一种方法，背书是个方法，等于修定呐。背书好像是戒律方法了，目的是让他得到清净心，清净心生智慧呀，清净心里面。把自信里面的德行开发出来了，
啊，自性里的德行最重要的孝敬啊，事处世间法都从孝敬里头流露出来啊。所以佛法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啊，学生那么多人啊，向四面八方去传播啊，有些地方一年百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五六百年，有些地方七八百年，唯有传到中国这一支，到今天两千年了，不但不衰呀、啊，在中国这两千年当中，历代这些高僧大德啊，居士成就的我们称高士啊，高僧高士不胜枚举啊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有些地方传一年半年就消失了，四五百年就灭亡了？包括印度本土啊，印度本土佛教灭亡呢，到现在至少是一千年了。原因虽然很多，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外面的因素是其次，主要的因素是在自己啊，自己到底出现什么毛病呢？给诸位说，就在孝敬这两个字，对父母尽孝衰。对学业，对老师那个沉静啊，淡薄了，问题就出现了啊。孝敬有形式没有实质逐渐逐渐越来越淡薄啊，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，佛法衰了，衰到低谷了啊！当然，外面环境有关系啊。现在的社会是各都讲功利呀。道德伦理没有人提了，他能不衰吗？啊，佛门里面本身也不讲了。啊，我们就说这个一百年。这一百年社会的风气确实是每况愈下，但是佛门里面还保持到一点形式啊，实质很难说了啊，但是形式啊还保存啊，保存着
保存到我这一代，还有这个形式。啊，我们下一代的时候，那比我们这在形式上都差得很远了。啊，再下一代呢，我看恐怕就没有了。这是危机。啊，孝敬要知道啊。父母老师那是一个典型，是个样子。啊，对父母尽孝，对师长致敬，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把对孝敬父母的心，菩萨戒经里面所说的孝顺一切众生，不是只有父母啊！啊，戒经上讲啊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那是菩萨的孝啊！啊，对老师的敬也是如此。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的恭敬，啊，必须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一切人事物的恭敬，跟对佛的恭敬没有两样。啊，这样做，佛法才能够兴旺起来。啊，不是我的老师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对他敬什么？错了。大乘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对佛恭不恭敬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头一个，你自己是佛。啊，不孝父母就是不孝自己的佛。不孝众生也就不孝自己的佛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在世法里面讲，这是圣学。在佛法里面讲，是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个时候态度自自然然，就像经典上所说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留意在经典上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什么样的心态处世待人接物。啊，你去读《论语》、读《孟子》，你看看，孔子、孟子当年在世，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？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学儒学诗，孔孟是我们的榜样；学佛释迦、弥陀，那弥陀四十八愿，弥陀啊，诸佛如来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学。学到跟他一样啊，这叫学佛了。啊，无论出什么环境，再不好的环境，心里都还要有怨，还要有恨，那就错了，你完全是凡夫。那念儒家都说
君子有道不有品啊，不怕贫贱啊，啊，贫是没有财富，贱是没有地位，这个不要紧啊，这个不在乎啊。问你有没有道德，也就是说，啊，譬如五伦有没有做到，五常有没有做到，礼义廉耻有没有做到，孝悌忠信仁爱和平有没有做到，这些东西做到了，你成就了，你是圣贤君子啊。啊，虽然没有地位，没有财富，你看颜回就是个代表啊，他没有忧虑，他一天到晚非常快乐啊。啊，孔子那么多学生，赞叹最多的是颜回。啊，这是君子的一个好榜样，好模范呐！啊，所以多说明理。啊，我们要问。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颜回一生幸不幸福，幸福，为什么说幸福，快乐嘛，快乐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啊他没有哪一天愁眉苦脸，那在那里抱怨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啊，你问他，他什么都懂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德行。啊，贫贱富贵，在佛法讲，那是人的满意。啊，佛法讲因果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这一生物质条件就很差嘛。颜回没有遇到佛法，那是佛法没到中国来。他也学到佛法了，佛教给他修财布施，就会得财富。你的物质生活就没问题，就可以过得去。我们比他幸运呢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的生活跟颜回差不多啊。啊，可是遇到佛法了，老师教给我。啊，修财布施，我连吃饭都有成问题了，我哪有钱财布施？啊，老师很认真严肃地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有，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勉强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去布施，那我就真干了，干了三年，你看。时间不长啊，这一千天呢，效果就出来了，收入就多了啊。效果出来之后，我们看哦，越多越是啊，自己绝不留这个东西，可是越是越多啊。我教了不少人。有很多人用过这个方法去做，果然不错啊！啊，越试越多啊！胡晓林做的企业，学会了布施，告诉我，每年赚的钱都出乎意料之外。啊，营业额年年上升，那懂得布施啊，财从哪的？布施来。
啊，大陆上有一个经营超级市场的新一家。啊，这个老总来看我，我叫他布施。哦，现在生意非常兴旺，告诉我，真的越是越多。啊，超级市场卖蔬菜，他标出去，标出来，啊，他的蔬菜完全照成本出售，他买进来多少钱，他卖出去都是这样，不在这个里面赚利润，我零利润推销，那顾客都到他家去了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这确确实实啊，佛讲的话没错啊，我说你永远这样经营下去啊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，啊，别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，他追求什么？众生的利益啊，利益不要自己得，利益给一切众生。这叫真正学佛，只有智慧啊！说有智慧的人就有德行啊！都有这些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对佛法、对圣贤就产生了信心。啊，发布时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三样你都能得到啊！啊，连寿命也延长了，不求啊，啊，自自然然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呢，那就变成严重的过失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、学教、学圣贤，啊，面面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。真的受用啊！由句组成就是文啊，一段一段的，这就是文了。你在四书里面看的是章句啊，每一章几个完整的句子，有一些一个完整句子它就是一章。啊，有些是三四句，多的时候十几句。啊，这是四无碍辩里头第一个，能权之教法，名为法，这就是名句文。啊，这是完全从教学法上来说。那权是什么意思呢？句也，善也，言也。与教法无知，没有障碍了，明法无碍。啊，你在教学的时候，在文字上没有障碍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。这个文字是小学里头最重要的课啊，小学不跟你谈义理啊，先把这个基础打好啊。所以在过去教童子比教小朋友着重在背诵，刚才给诸位说过了，着诵这个背诵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记忆，
那是附带的。啊，真正的目的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。那个放心是什么？我们佛经上讲的三昧呀，目的在此地呀。从小就培养他一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你就晓得古人这个教学的智慧啊，教学的用心怎样把一个人培养成圣贤，培养成佛菩萨啊。印度人讲佛菩萨就是中国人讲的圣贤，因为人人皆是圣贤，人人皆是佛菩萨。你要不从养，从小培养啊，小朋友心也会散乱，也会胡思乱想啊。所以背诵是一个方法啊，副作用也很好，让他记忆古圣先贤的这些语言。帮助他开智慧啊，不用给他讲，他念多了自然就开智慧。那古人说过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他每天都在背背书啊，一天背十遍，十天就一百遍啊，百遍百日就一千遍啊，念到千日，他怎么会不开智慧呢？啊，千日是三年呢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古人这个扎根教育多好。啊，我们在历史上去看。啊，古时候这个考试制度，未成年考中举人、考中进士的，等于说参加国家高等考试啊，不少人呐、啊，啊，十几岁，啊，考中举人就有资格做县市长啊，知县知府啊。你问他多大年岁，还不到20岁啊。唐太宗16岁做将军，27岁做皇帝。啊，他能不能智慧从哪来？就从小培养的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疏忽戒定慧这三个字啊，这三个字是宝啊，无始界以来，凡夫修成菩萨，修成佛。都是走这个路子。我们今天如果说离开戒定慧想能成就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那戒定慧的根，记住，就是孝跟敬。啊，孝顺、沉静、
啊，事出世间，一切法的大根大本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根，怎么培养都非常难成就，啊，好像一个植物一样，啊，你想培养它，它没有根。养在花瓶，天天给它换水，它也长不大了。它也不能保持很久啊。啊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芸芸众生，为什么一生没成就？啊，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你细细去观察，问题就出在根上。啊，有效有尽，五能才全了。啊，五常四维八德，慢慢就生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枝条，啊，这个枝干。那再往上涨，它就有这些花果出来了。啊，花果是什么呢？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。这花果啊，在佛法里面的花果是普度众生。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佛法里面的成就啊，佛法里面的化果啊，第二是义无碍，知教法所权之义理而无知，名为义无碍。教法里头有名、有句、有文啊，单单这个名啊，就是文字啊，我们讲一个字，这一个字里头含义。佛经上讲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知道佛经上所说的，也就知道我们传统啊，古圣先贤他们的典籍跟佛经没两样。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。我们能发现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讲经教学53年了，有很多经我讲了很多遍。啊，譬如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我讲这是第十遍吧，还是第十一遍？啊，我过去所讲的留的有这个录音带，有光碟，你们注意去听听，一次一次你就比较听听，你就知道了，每一遍不一样啊，遍遍不相同啊。我今天如果再从头来讲的时候给你讲一遍，跟现在讲的又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讲的
是那个时候我所看到的意思。啊，看到的浅了，看到的范围不大了。啊，那今天所看到这个经里面的意思不一样了。啊，又看到深度了，看到广度了。深广没有止境，所以这一部书啊，你念一辈子越念越快乐，为什么呢？遍遍有新意思出来，还是这么几个字啊，遍遍有新意思啊！啊，所以他跟现在人写的文章不一样，你们去看报纸杂志，那看不出他的意思，啊，一遍看了不想看第二遍，那为什么呢？没意思嘛。为什么古人有这么深的意思，现在人那写这个字的时候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个意识形态不一样，就他的这个心念不一样。啊，心态不一样，写出这个字的时候里面所含的东西就不一样。啊，这样也去体会也你就了解圣人跟凡人不相同。啊，佛菩萨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啊，我们自己好好的修养，逐渐逐渐的把这意思全都懂了。啊，到什么时候全懂了？明心见性全懂了。啊，没有明心见性呢，你所了解的还是局限的，局部的，不是圆满的。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啊，所以字字句句义理无穷无尽。啊，那么佛菩萨为我们说法，讲求的是契机、契理，契理就是义无碍，契机是法无碍。啊，要适合于现前众生的程度、欲望、好恶，啊，所以文字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说真的呢，这些东西都是引导我们，引导什么？把我们自信智慧引导出来。这也就是说，一切经典都是世尊的方便说，没有真实说，真实是把你的自信引导出来，那是真实的。啊，真实是自信的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本具的德能才艺，都不是外来。啊，把这些东西你都参透了，都明白，都清楚了，你对古圣先贤，对一切众生那一种真诚恭敬的心油然而生啊，一点不勉强啊，
他自然就升起来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啊，古圣先贤的典籍，啊，你只一接触，你就看出它味道，法味。啊，祖师大德们常说：“世味哪有法味浓？”啊，这个世间五欲六尘，天上人间，这个味道跟法圣贤的法、佛菩萨的法一比，差太远了。所以你会乐此而不疲呀！啊，世间这些乐，时间久了会厌倦，所以乐极生悲呀！啊，自心里面的乐的时候，永远不会生悲，长生欢喜心，其乐无穷啊，无止境，无边际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圣贤的乐是从自信生出来的，是信德向外的流露。啊，这个世间人呢，世间迷，他没见性啊。他的那个乐是从八十五十一心所里生的，那个里面根本就是烦恼，所以乐极会生悲。啊，乐里面有很多副作用，啊，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，不像圣贤之法纯净纯善。道理在此地啊，这是我们说教所全之义理啊，所以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。连世间法，孔子都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那个学是圣人的教诲啊，把圣人的教诲统统落实，统统做到。啊，变成自己的思想，变成自己的言语，变成自己的行为，快乐无比。啊，颜回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所以我说他那个与物质生活完全没有关系，精神生活。那么现在人所讲的精神生活，实际上还是物质生活，他哪有精神生活啊？啊，真正在精神上得到那种快乐，必须把物质摒弃，啊，把物质生活的这种乐丢掉，你才能真正得到精神生活。啊，这还带着物质的时候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你永远尝不到那圣贤的滋味。啊，那佛菩萨更不必说了。第三呢，慈无碍。啊，慈是，你看，于各地诸方之言辞通达自在，名慈无碍。佛菩萨有，世间圣贤还不行。啊，这就讲语言文字的障碍没有了。啊，无论哪个国家的文字，你不需要学，你自己通了。啊，无论哪一种的语言，啊，你不学也都明白了。啊，像佛经上所说的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这次那众生知不知道一切众生的这个意念呢？啊，是知道，
我们现在比从前的人体会得更清晰啊，就江本博士用水实验啊，水会看会听会看各种文字啊，写十几种不同的文字啊，但都写一个爱字啊，各种不同的，但水通通接到的信息现出这个色相的时候都是那么美。给他写个卧字啊，他跟视线的那个图案都是非常丑陋。啊，我听说江本博士这几天在广州。啊，他做了十几年了。啊，水他知道。懂得人的意思。人起心动念他都知道。这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？啊，世间圣贤也知道，不像佛菩萨那么清楚。为什么？世间圣贤清心寡欲啊，欲望少啊，还有不是没有啊，烦恼轻，不是没有烦恼了。这出世间圣人。化身菩萨烦恼断了，没有了啊，欲望没有了啊，阿罗汉欲望就没有了啊，菩萨化身菩萨烦恼就没有了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。谁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所以他很厉害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你瞒不过他。你起心动念，那个起心动念有波动啊，信息往外发了，他收到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肯定这个道理，所以地球灾难怕不怕？不怕。我们晓得地球灾难怎么来，就是居住地球人的心念不好。发出的东西都是不善的啊，所以他们接受的时候他也生烦恼，他的反应也不好啊。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好不好，是我们自信意念染净善恶所变化出来的啊。所以连科学家都教给我啊，怎么应对2012？弃恶扬善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断恶修善呐。啊，善恶的标准是十善业，是《弟子规》，是感应篇。你拿到这个标准，你每一天去反省。啊，不善的我们通通放下，通通远离；善的我们好好去做，把它发扬光大，叫弃恶扬善。啊，自己做还不够啊，要发扬光大了，要帮助别人了，要影响社会啊，让社会上的善人越来越多啊，我们这个地球越来越美好啊，这是个真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现在科学做出证明啊，我相信科学吗？啊，科学家所得到的结论啊，研究的报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应该相信啊，啊，改邪归正，
邪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。啊，这是邪恶的根啊，邪恶的本啊。什么是正呢？什么是善呢？我们刚才讲，孝敬是善之根。那不善的要放弃，善的要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孝顺父母，从这开始。孝顺家亲眷属。啊，古人说得好。啊，中国古人真有智慧啊。啊，丈夫对妻子，你能不敬他吗？为什么要敬他呢？他养育你家的后代呀。这个题目就大了。你们这个家的时候世世代代传下去靠谁啊？靠他。能不敬吗？小孩你能不敬吗？啊，他是你祖宗往下延续的底下一代。你要敬他。那自己身体你能不敬吗？啊，身体等于说父母是个树，自己身体是一个树干。啊，这是通通都是从敬父母来的，敬祖宗啊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人与人间的关系，五种关系叫五伦。啊，五伦是个团体，五伦是一家了，一家人呐、啊。啊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五伦是一家人。啊，所以团结这个名词，在中国古时候没有的，是从外来的。啊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嘛，他本来就是自然团结的嘛。啊，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团结在五伦里头。我们现在学佛知道了，佛法是整个宇宙是一体。那说的范围更大了。啊，所以老子讲的宇宙不相应。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那么现在量子力学家也是这样说的，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你怎么能不孝？怎么能不敬？啊，真正懂得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根。啊，主要的根就是孝，敬是从孝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第二个根。啊，五伦从这里生的，五常也从这生的。啊，所以五伦都是孝，都是孝敬，五常也都是孝敬，四维八德还是孝敬。菩萨八万四千细心是孝心啊，声闻三千威仪都是孝心啊，做到一定的程度啊，就是一个境界，自自然然。这个境界是心真的清净我们经题上讲的三个标准
清净平等具，到清净就感应，就有感应了。啊，就像水一样，它就有感应了。啊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这个波动，你就完全能接受得到。啊，平等那是更深的禅定。啊，大彻大悟那是圆满的禅定。所以能做到此无碍啊。啊，此无碍最浅的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以下的有。前面我们学过六种神通啊，六通里面的他心通就是的呀。啊，他心通啊，别人心里起心动念，他知道啊，啊，就跟水一样的。啊，他心通在什么程度呢？二苦，小乘二苦。啊，小乘素果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。啊，二果呢，有他心通、有续命通。啊，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时间知道。啊，续命通。啊，有他心通，别人心里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三果有神足通。能变化了啊！三国圣人旅行不要交通工具了，他想到那个地方，他已经就到了啊！那叫神足啊！那飞行什么？那是表演，是不变把戏给他看的。那不是真的啊，那真的厉害啊，真的是他想到哪个地方，人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分身，能够变化啊。那阿罗汉有漏尽通，这就圆满了，六种神通都具足了啊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啊，那么得这个二苦斯陀含，此无碍就有了啊，没有佛菩萨那么圆满，他已经有此无碍了啊，不必学，不管什么样的语言，不管什么样的人啊，乃至于出生起心动念，卧轨起心动念，天人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啊，这属于此无碍。幕后一个要说无碍。啊，这个字念去生，念要是爱好。啊，念乐呢是快乐啊，这是个破音字，在此地念要，要说自在，喜欢说。如果不喜欢说，他只自利，就不度他了啊。所以菩萨一定是用要说自爱无碍，这以上三种之智啊，为众生要说自在啊，就是法义慈啊，要帮助众生啊，啊，欢喜跟众生接触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
特别是净土啊，要帮助一切众生认识净宗。为什么？净宗一生能成就啊，其他宗派一生成就不了啊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你们自己去想，其他各宗要断烦恼，没有待业往生的啊，没有待业证果的。净宗是待业往生，往生成佛啊。所以为什么古来的大德啊，华严宗学华严，修法界定没修成功，转过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有没有错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华严经末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就是说那个法门你修不成功，你马上改到极乐世界去啊。修天台的智者大师跟我们表法了，啊，专门提倡法华的智者大师最后往生是念佛往生的。他是用十六观观想念佛往生的。啊，那学密的那就更不必说了。你看近代多少密宗的上师临走的时候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所以净宗啊是所有宗派最后的归宿啊。华严归净土吗？一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最后归华严啊，成就了，修成了，都到华藏世界去了，不容易啊！到华藏世界啊，要做到什么呢？我们常说的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你才有能力到华藏世界，能做到吗？那做不到，做不到就待业。我求生净土，实际上你看生到华藏世界，你去看华严经，文殊普贤引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从初住到等觉，都到极乐世界去向阿弥陀佛学习啊。这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这才知道净宗的殊胜啊。有很多人不满意我，好像我只是提倡啊这个净土啊，不说别的法门。我告诉诸位，我在以前禅宗东西讲过啊，我讲过六祖坛经，讲过三祖的信心名，讲过永嘉大师的正道部，永嘉大师的禅宗集，那口头禅呢不讲过。我讲过法华经大义
啊，那唯识法相呢，我讲的就更多了。啊，各种东西我都讲啊，现在为什么不讲呢？现在老了，求生净土重要啊。啊，我鼓励八个宗派，啊，大乘八个宗，小乘两个宗，最好通通都能复兴起来。啊，但是一个人只能搞一种啊，搞多不行的，除非你是菩萨再来。你不是菩萨再来，没这个能力。啊，像龙树菩萨，他八宗共住。那行啊！啊，中国大乘八个宗啊，都尊他为祖师那人家是初地菩萨啊，我们是凡夫啊。啊，如既要责备我呢，不如我劝你老人家。发现你喜欢禅，你来讲弘扬禅，把禅弘扬起来啊！你喜欢密，你就好好的把密宗写出来啊！我的老师是密宗啊，是大喇嘛啊！我今天走的路是他教的。那真正是善知识啊！我们有心希望啊，佛教在中国再能整兴起来啊，像隋唐的那个时代啊，你看那些八宗的祖师，我们虽然没见到人，我们读到他的著作。不是凡人，都是尘缘再来的。啊，我们懂这方法，啊，首先德行上扎根，啊，出家人要扎四个根，在家人也应该扎四个根，啊，沙弥律仪在家同学可以学。啊，戒律里头只有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啊，这个出家人不能学，啊，沙弥戒、菩萨戒，出家人都可以学。啊，那个不能学的原因不是有什么秘密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事情。啊，那为什么佛禁止？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在家人不能看，这是佛特别慈悲啊！因为你不看，你不知道出家人犯戒，你对他很恭敬，你有福。你要看了之后，看这个出家人，这条戒破了，那条戒破了，你再造业，你将来会堕恶道，这么一回事情啊，不是什么神秘呀、啊。这佛的慈悲啊，那你何必去看人家过失呢？啊，那个戒律就好像一把尺一样啊，你真看之后，你会量这个量那个，你到处去量人，他不量自己，到处量人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懂得佛教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会感恩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学《弟子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学《十善业》，学《沙弥律仪》，要知道自律，不要去要求别人。啊，你要是要求别人，错了。戒律不是要求别人的，完全是自己修行的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
啊，否则的话你就错用了心了。啊，不学佛还不堕地狱，学了佛之后最后学到地狱去了，那释迦牟尼佛流眼泪了。啊，他没有过失，你自己错用了心，你学错了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对一切人，他做再错多错的事情，我们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对他恭敬，我们就对了。啊，我们礼敬祝福，一切众生都是祝福。啊，像普贤菩萨一样。修礼敬，修称赞，修供养，修忏悔，啊，这样才好。下面接着又说，又名辩无碍，其余真理。其无碍之言说名为辩无碍。啊，什么是真理？就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在佛经里面叫诸法实相。啊，一切法的真相啊，你完全通达明了。你的言说没有违背事实真相，这叫真理啊！啊，违背了真理，那就叫邪理了，歪理了。那这真理标准，最简单的说，最具体的说，在中国古圣先贤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在佛法就是戒定慧三学。那我们净宗同学，除这三学之外，我们是定了五个科目啊，三福摆在第一啊，它是最高修学指导原则啊，摆在第一。第二六合。人与人相处不和，秩序就乱了啊，那是自毁毁他啊。佛法要想兴旺起来，六合敬太重要了啊。僧团为什么称为众中尊啊？这个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团体啊。僧这个团体是在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、最值得称赞的。什么原因呢？要他六合，合为贵呀。今天讲和谐啊，他们真正能做到，真正能落实啊，戒和同解，戒和同修啊，戒是守规矩啊，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后面是力同均。那他真做到了啊，心地真的是清净无染了 啊正而不邪
静而不染，啊，觉而不迷，所以他值得人尊敬。啊，可是这样的僧团，佛在世的时候用啊，在这2000多年当中，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啊，在没有传到中国之前，在印度有1000年，啊，这3000年当中，确实有六合的僧团出现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太平了，啊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啊，僧团没有了。居住在一块一个道场里头，人各一志，每个人志趣不一样，就是见货同解没有了啊，不能真正的严格守规矩，就见货同修也破了。那牲口一三一就免不了要造业了啊，增名逐利道心失掉了，修行当然谈不上啊，所以三福六合是僧团的基础，有这个基础才能真正谈到修行，谈到功德啊，然后我们才说三学六度啊，三学是戒定慧，六度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最后我们取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，我们的5个科目啊，好记啊，你记不住你就做不到，你能够记住啊，常常用这个来反省检点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这个相应就对了啊，我们没有犯错误，与这个相违背了赶紧要改啊，要知道修行是为自己，不是为别人啊，也不是为释迦牟尼佛，完全为自己啊，自己想不想再搞轮回啊，真的不想搞轮回的话，那你得好好修。末法时期超越轮回只有一条路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其他的每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啊，你试试看，三界88品见惑，你能不能断？这不说别的啊，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，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。只有佛经上告诉我们，
无我啊，特别强调啊，执着这个生是我，第一个错误啊，你要把这个放下，生不是我啊，生是什么？生是我所有的啊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。你要把这个观念要肯定，要认清，所以舍身很容易啊，就像舍衣服一样，你要我脱下来送给你啊，我永远不死啊，身有死，好像衣服一样，旧的坏掉啊，我会换一个，换个新的。我们世间人讲灵魂不死，那是真的。他到六道去投胎，你看这个身丢掉了49天，他又去找一个身体去。那灵魂实实在在他不灵，他要是灵的话，决定不会找三恶道。到人间来投胎，一定不会投胎到贫穷人家。因为他灵嘛，他可以选择嘛。啊，所以灵魂是尊敬他的称呼，实际上他不灵。孔子说得好，孔子叫他叫游魂。啊，佛法里面叫做迷魂。他迷而不觉啊，就叫他说鬼魂一类的。如果他觉悟了，觉悟了就不叫灵魂了啊，在佛法叫灵性啊，他真有选择啊，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宰，不会被业力牵着走，他是灵性的啊，谁能成灵性呢？须陀洹以上的灵性啊，他不再搞轮回了啊。那须陀洹功夫还不够，天上人间还要七番生死才能超越六道。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！为什么不堕三恶道呢？他烦恼轻，没有像我们这么严重，烦恼轻啊！我们知道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，贪心是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。从这之后啊，因为什么？他把五种见惑断掉了，啊，不再执着这个身，啊，身见破了，边见破了，边见破了就是没有对立的念头了，啊，跟一切人事物都不对立了，啊，对立是所有一切烦恼起现行。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，我没有了，当然就没有对立了，有我就会有对立啊。你看这小乘粗果好难证得了啊，再说的时候成见没有了，成见是我怎么想法，我怎么看法，我怎么做法，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啊，也就是说他对于一切人事物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啊。这六道众生都有这个，都有这个习气啊，有这种行为啊，啊，不知不觉总喜欢控制，喜欢占有啊，这个都是在造业
啊，造六道轮回，很麻烦啊！啊，你想想看，多难！那我们断不掉这些烦恼怎么办呢？好好的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叫待业往生。啊，这些习气没有断，就带出去了。啊，这个待业要知道，祖师大德们说得好：待续业，不待现前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没修福，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以前造的这个业，既往不咎，这个可以待。明了之后，你还在造，佛就不原谅你了。可是阿弥陀佛真慈悲呀！昨天造的业，今天忏悔，都行。今天都能往生，这慈悲到极处啊！可是你的真忏悔啊，你临命中前一天造的业，临命中时忏悔都能往生啊！可是听到这个话，你不要很快乐，没关系，我天天造罪业，我到临终的时候再忏悔啊，可以往生吗？这经上说的。理上讲没错，你临终临命终时会不会忏悔？你能有把握吗？啊，那忏悔的时候你头脑很清楚啊，如果你老年时候得了痴呆症怎么办？那你就完了啊。所以人不能存侥幸之心啊，世间人都走法律的漏洞，你还钻释迦牟尼佛四十八愿的漏洞，那还行吗？啊，这个念头就注定你不能往生啊，所以不可以有这种念头啊，有这种念头对自己大不敬，对阿弥陀佛大不敬，对无量寿经大不敬，哪有这种人会往生呢？啊，所以这是必须要知道的。啊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啊，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，要像印光法师那样，念念都求往生，天天都求往生。啊，真求往生，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带走啊！啊，我天天求，到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我求到了，啊，佛来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念念求，天天求，不要把这个世间东西放在心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一点障碍都没有吗？颜回是在讲当年在世，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。那住在个破房子里头，啊，他为什么每天那么欢喜那么快乐？他看破了，这些都叫身外之物。啊，自己身体健康多念佛，身体不健康拼命念佛求往生，你说多快乐，什么忧虑都没有，什么牵挂也没有，这叫念佛人啊。这种人哪能不往生呢？啊，所以要了解佛的真理啊，心要正啊，一定要端正啊。后面这一句告诉我们，彼国人民极乐世界，彼国是极乐世界，
由于成就一切智慧，故得无边辩才，以四无碍辩弘言法要。啊，这是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成就是什么呢？生到极乐世界，这四种无碍辩才你统统具足了，这个世界殊胜啊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48愿的加持，你就跟阿惟越致菩萨没两样啊！但是你要知道，不是你自己修得的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给你的，你得到这个享受啊，得这个受用，你就有能力叫道家自豪，在十方世界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不会看到地球了啊，地球你住的，很多星球你通通都住过的，你全都知道了啊，跟你有缘的人不晓得有多少，不是这个星球跟你有缘，很多很多星球跟你有缘的人你全知道了，他们有感你全都有缘啊，你有能力像诸佛菩萨一样成愿再来啊，众生有感你有应嘛，应就是成愿再来啊，什么愿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你发过这个愿呢、啊？不管你是有意是无意啊，到这个时候通通要兑现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现什么身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能不能现佛身？当然能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，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。啊，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，什么身都能现啊，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认识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，怎能不去吗？啊，又何况到了极乐世界，无量无边的法门你全都得到了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不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经我都通了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那么多的经教啊，全都通了这个地方要不要去？值不值得去？啊，还要拐别的弯吗？84000难啊！这佛说的叫难行道啊，这个法门叫易行道啊。易行道得到了啊，难行道全都变成易行道了，你全都得到了。不是说我这个得到的时候其他的得不到啊，那我还得考虑考虑，这个得到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，我就不必考虑了，这是真理，这不是外理啊。啊，所以要想想我们今天自身的烦恼习气多重，业障多重，我们现在修学的环境这种障碍有多严重，你都了解之后了，你才知道只有这个法门我们自己才有把握能走得通。
啊，能成就。其他任何一个法门没有把握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李老师把净宗法门介绍给我，我不能反对，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啊，自以为还不错，不愿意学老太婆宗教。我用了20年的时间才真正接受了，所以佛说难信之法，我相信。你看我搞这么20年的时候才接受啊，才相信他啊，而且不是人劝的，别人劝哪个劝我啊？啊，我也欢喜，我也赞叹，我不学他。啊，我能够相信这个法门，得力于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楞严经。啊，为什么这些大经最后都归到净土？啊，我从这个地方相信的。啊，特别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、善财童子，啊，给我表法。回过头来，楞严经里面25圆通，我明了了。以前讲楞严经都不明了。啊，我楞严经讲得很详细啊。啊，25圆通没有把大势至菩萨特别表现出来，没做到啊？为什么？看错了。啊，只看到特别法门观世音菩萨，没有看出来大势至菩萨也是特别法门。啊，因为大势至菩萨就那个位置是自己很隐没，不容易看出来。啊，25圆通，他按次序摆，观世音菩萨摆在第二，他把他调到最后，这个太明显了。啊，本来排在第二位，他不放到最后嘛？那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，他们两个大势至在前面，弥勒菩萨在后面。啊，但是经里面顺序呢，弥勒菩萨在前，大势至菩萨，他是两个人对调，我们很不容易发现。啊，所以我是在华严经看到之后，回过头来想到大势至，25圆通里，大势至是特别法门，不是普通法门。啊，为什么大势至不放在最后？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常，是对我们地球上众生最有利益的。啊，所以他摆在最后。两个人都是特别排列，特别排列就是特别法门。啊，所以最后楞严经这个搞清楚搞明白了。那以前楞严经讲过好几遍，那都不算圆满了。啊，都有遗憾了。啊，所以千经万论，没有不知归净土。啊，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